各位鄉親父老叔伯兄弟，歡迎嚟到呢個 Hin Slam Channel。 我哋好耐冇見面啦，因為好耐冇拍片。今日咧，我哋嚟介紹一個產品，就係全城熱搶嘅 Pretty Crazy 容祖兒演唱，係啦。咁又有5隻 DVD 同埋3隻 CD 嘅，係啦。咁呢個演唱會咧，其實係2019年嘅8月，但係就等咗好耐好耐好耐，啲歌迷係咁催，都響續，終於響舊年嘅10月28號出咗咧，因為而家2021年，係。係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呢隻碟咧其實唔係我嘅，係呢位朋友嘅，係啦，因為我係幫佢訂，咁啊今日交貨俾佢，順便拍埋添啦。咁啊呢個演唱會裏邊就包含咗啲乜嘢呢？係啦，咁啊除咗有 DVD 啦，有 CD 之外咧，亦都有啲相嘅，咁我哋一齊拆。係啦，咁好厚嘅隻碟有幾重呢？根據官方嘅資料咧，係有800克咁重嘅，差唔多1公斤嘅啫。咁啊，差咯，系啦，咁佢呢個包裝其實都，我覺得OK 啦，係啊。封面嚟講，我有少少意外，會係用黑白，係啊，佢係黑白封面。因為呢度咧就有個演唱會佢20周年嘅 logo 啦，係啦，咁呢度就係出口啦。咁啊，有啲咩嘢咧？一齊睇咯，係啦，咁啊攞出嚟啦。面頭呢一個咧。佢係一個封面，其實佢同時佢係一本相簿，好厚噶，有幾百版嘅呢個相簿，好厚。好啦，跟住呢個咧就係 Pretty Friends， 即係佢啲演唱會嘉賓，19場嘅演唱會嘉賓。但係咧，據我所知就係 cut 咗劉德華，係啦，劉德華係一首都冇錄到嘅，同埋林俊傑有一首歌 cut 咗，就係嗰首叫做《他說》啦。我覺得好遺憾，因為呢首歌我好中意，但係冇收錄到，同埋 cut 咗 Super Moment 唱嘅告解嘅相得。咁呢度相咧就只有18場嘅相嘅啫，因為冇咗連劉德華嘅相都冇。好啦，跟住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歌詞紙啦。佢歌詞紙嘅背後咧係一張迷你 poster， 非常之貼心，一邊係歌詞，一邊係 poster， 就係咁啦。都是唱 Pretty Crazy 那段 Mad 的衫。好了，这一盒就是戏玉了， Crazy Song 里面就是有8隻碟，那这8隻碟里面包含了5隻 DVD 和3隻 CD。 3隻 CD 我通常都是买的，因为都不会拿出来，因为想在网上的串流平台一听，通常都是看黑色的。那这个演唱會，但係有個遺憾就係、是就係、是、啲嘉賓唔齊啦。第一就係、是，第二就係佢冇收錄呢、這個花絮喺呢個碟裏面。我估計佢係會響遲啲會再出一個係藍光碟裏面咧，先至會有嘅。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話咧，咁啊到時買翻張啦。咁啊亦都順便講下呢、這個演唱會今次。是掀起了呢個唱片店多年冇見的唱片搶購潮啊！未開賣之前已經是香港嗰邊已經訂爆了 quota 俾訂添，我在澳門訂，我10月20號訂，我都要等到1月3號先至攞到貨。你諗下諗下，可想而知幾誇張，同埋係香港同澳門都是出現炒價嘅。香港高件炒到699蚊港紙，澳門都挨近600蚊噶啦，係啦。咁呢個我覺得值得收藏，因為裏面有很多19場裏面所有的精華啦，所有的服裝啦、嘉賓啦，都基本上都99%都齊。咁啊，當然裏面演唱會裏面佢尾場個 round 其實有4個幾鐘，但係佢就有啲內容 cut 咗啦。就係譬如係空港同埋 show up 嗰段間就 cut 咗。亦都中間有啲雜技團嘅表演啦，同埋嗰度係激光一齊咧。都是 cut 咗嘅，我覺得是有啲遺憾咯。同埋 cut 咗中間嗰、那個叫咩 ？Loving You 之前嗰段中間歌德聽 high 嗰個間奏有俄羅斯文，咁我覺得呢度有少少遺憾咯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 OK。啊，訪問一下呢位朋友點啊？今日收到啲感覺如何？感覺如何？感覺有冇覺得好興奮？唔得，係嘛？今日我都另外一個朋友佢都買咗。佢前日同我講話我星期二去買先。我同佢講啊，你 walk in 買唔到喎，你一定要去預訂啊嘛。好提提醒咗佢，咁佢前日訂，今日攞到貨。咁而家呢幾日訂咧，基本上2日咧就可以攞到貨，好過之前第一陣啦。因為而家開始啲發貨，因為陸續翻咧，咁就情況理想啲，係啦。咁啊，係啦。
呢個演唱會而家喺各大嘅銷量排行裏邊都企穩喺冠軍啊！一出就係啦，咁啊大家主要四大嘅產品上榜，歌詞紙、Pretty Face 啊，同大家睇下入邊啲相，睇少少啦。咁啊，前面嗰部分咧，主要係啲演唱會上面舞台上面嗰啲笑片，誒真係好靚。不過有少少有啲起格啦，我見到，但係整體嚟講，敗咗咩？我覺得 OK 啦，係啦，好多相啦。跟住去到中間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佢演唱會服裝嘅，每一晚嘅演唱會服裝佢都基本上係有曬，色系子都出埋，我覺得非常之貼心。呢一 part 做得好。到到最後啦，係啦，咁就係一啲舞台嘅其他幕後花絮嘅相啦，係啦，咁啊爭啲片咯，我最想睇係啲片，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喺北京讀緊書，佢話佢好想睇。嗰、那個花絮嗰啲幕後花絮啲片，但係遺憾未有，咁可能都要等佢出 Blu-ray 先夠。好啦，今日介紹去到呢度，咁啊買唔到嘅話咧，就請你耐心等候，落咗訂先。嗱、啊，澳門買碟咧就千祈唔好去遠城買，因為係唔好話俾人知係炒價。去咧一定係去天榮，售價係430蚊。我覺得今次澳門嘅呢個價錢非常之合理。都是比香港貴30蚊啫，我覺得 OK 啦。往常嚟講都起碼貴50蚊以上，今次貴30蚊，我覺得是物超所值嘅。同埋呢個演唱會咧，個片長咧係 over 8個鐘。我分開咗兩日睇，我都爭少少未睇曬，所以諗住第二日再睇埋。咁大家買多碟嘅，你有時間就分你安排好嘅時間去睇，或者你中意約埋成班朋友一齊開 party 去睇又得。係啦，亦都係新年送禮佳品喎，係啊，所以係啦，今日嘅 DVD 介紹就喺呢度 ，Pretty Face， 大家有興趣入埋咧，都係睇，拜拜。